不幸中枪身亡，周子轩和李俊杰赶回来，看到街上大屏幕新闻正在插播。木川大发雷霆，认为自己是政府最信任的部门，竟然让被保护的人被杀掉，因为李云也是被保护人之一。他让石云浩脱掉外套，指责他没用，问周子轩和李俊杰当时在哪里。周子轩表示自己去南山岛追梦良，李俊杰被木川开除。石云浩很自责，眼看着同僚被开枪击中，周子轩想只知道现场的情况，得知又个女助理陈静文。周子轩去医院立刻问话陈静文，陈静文很害怕，他怎么也洗不干净李云的血渍。陈静文表示自己是来八城头一天晚上临时接到信息，让自己代替之前的吴助理。陈静文把现场的情况描述给周子轩，他当时完全吓傻，不想回忆，被马其明打断，让周子轩不要为难陈静文。陈静文回到自己房间，他拿出一杯酸奶定神，想起李云死前比的手势，知道那是黑客之间打招呼的手势，但他不知道这些代码的意思，就发在暗网上找大神解释。原来石云浩是马其明的儿子，马其明很气愤，指责石云浩不适合干这项工作，让他回来做小买卖，这件事也对自己的公司和模式带来巨大影响。石云浩自责内疚，回来后情绪低落。周子轩告诉李俊杰，自己没有找到线索，但认为陈静文肯定不简单。李俊杰一直在想，卫生间怎么会出现枪？石云浩表示自己的范围已经没办法调查，而且已经被警方的人控制来破案。江华调查李俊杰，发现他手机里有几封邮件，需要解密，这是木川要求他调查的。李俊杰把孟良留下的芯片做了分析，很奇怪孟良一直给自己留信息。江华要求李俊杰交出配枪和手机，要对他进行内部调查，认为他在工作期间擅离职守。石云浩劝周子轩，木川还在气头上，先不要去惊扰他。模式的人都认为李俊杰爱出风头，平时狂妄，马小军替李俊杰说话。李俊杰对内部调查一点不担心，哪怕是被监禁五天。周子轩拿出总部的秘密指令，让他们放了李俊杰。木川希望周子轩下次注意，不要跳过自己向总部报告，同意李俊杰复职，指责周子轩失去理智，总是帮助李俊杰。周子轩跟总部汇报，自己会盯紧模式的内鬼，李俊杰想知道芯片的进展，找玛雅查看。木川突然出现，要求拿走芯片，说有总部的技术人员过来，让李俊杰做一份报告，关于加来想对马其明动手的报告。玛雅悄悄告诉周子轩，自己破解芯片一个文件包，有个代号天蝎的东西，但打开后却什么都没有。周子轩从模式的数据库查到关于天蝎的标志，他想要问问木川，毕竟木川是模式数据库最高权限人。木川问周子轩是否还有其他发现，让他继续盯紧孟良。木川看着天蝎标志，等周子轩走后，自己折叠好放包里。孟良让小镇做诱饵，被李俊杰等人发现，
周子轩认为这是陷阱，但李俊杰也要尝试。等李俊杰赶到现场，接到一通电话，是孟良打来的。孟良说李俊杰的父母不是死于意外，让他好好破解自己留下的那张芯片，然后很快挂断电话。木川让石云浩和李俊杰还有周子轩三人到办公室开会，但李俊杰无法联系上。木川表示晚上马其明和市长要在别墅开会，希望周子轩加派人手，不要让陈浩东担心，不希望有不好的事情发生。